先做左胳膊，后做右胳膊，一个胳膊是五分钟时间。我第一个先是揉按肩窝，揉按肩窝的时候，你看，现在是揉。我的手掌用鱼肌这一块去揉它，我揉，我现在是轻揉，重按，我重按的是用这块，用掌根去按。你看，按的时候我一、二、三，松，停顿了一下。我再做一次，轻揉重按，要这个要按到他骨头棱这块了，知道不？别按到他这儿，这儿疼得很。重按，我这按的是啥呢？实际这块是个中府云门穴，我按的是他。我现在按完了以后，我现在就开始拿揉，拿揉的时候我用掌根，你看，你看我用掌根，我用我的掌根去揉，画圈。画圈去揉，看揉了一遍，我再揉一遍，是不是外侧我揉了两遍？嗯，我下来换手，我现在揉内侧，你看，这一遍。揉了两遍，我第二遍就开始拨筋儿，拨筋儿就是拇指，看我拨筋是不是我底侧的手在这儿，我不必要再去换了，我是不是再揉下来，揉下来我直接底侧的手就去拨，你看拨筋儿，看用拇指虎口这一块去拨，看这块重一点，往下重一点，这拨了一遍，先拨第二遍，拨第二遍，我现在换到外侧的手再去拨，拨完了我现在点穴，咱们先点肩俞穴，实际肩俞穴胳膊平举，跟客人把胳膊平举，你看我是不是肩峰这块，你先不知道，我先把肩峰找出来，肩峰找出来，胳膊平举，我现在往这个前方前下方第一个凹陷，第二个凹陷处，实际现在是外侧的，知道不？肩俞，准确的肩俞位置是在第二个，在外侧，我现在揉，我按揉按，这是肩俞，肩俞我再说一遍，我现在把肩峰找出来，让客人胳膊平举，是不是让胳膊平举，我现在用拇指划第一个凹陷处，第二个凹陷处它就是肩俞，我现在做的时候，我做的时候我直接这样，看见没，这叫肩俞穴，我肩俞做完了，我直接揉下来，揉下来是曲池，曲池就是胳膊，看见没？胳膊肘横纹，是不是有个肘横纹？肘横纹的尽头它就是曲池，你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手弄出来。可以看肘横纹的尽头，它就是曲池。那我曲池做的时候，我揉，按，这叫曲池，我给放松了一下。再来曲池向下两寸，两寸三指，两寸是不是三指？三指是它的三指，就在这儿，你比我指头能粗一点点，就在这儿，这就是手三里。手三里，手三里非常疼，我轻点做。手三里，手三里完了以后，你看我揉下来，再来内外观，内观在哪呢？手是不是有个横纹？横纹向上两寸的地方，也就是两根筋中间，
两寸的地方是三指，是不是？就这一块，两个人之间中间就这一块，我拇指底下就是内关，直对的它就是外关。内关承受力比较弱，要内外关比较起来，内关的承受力弱一点，外关的承受力强一点。那所以我做的时候，我是食指可以往下，拇指往上，你看，两个人今儿我做的时候，你看我的手是不是这是两寸，我就摸到他手腕这儿，我就比较起来了，我就要摸到他两根筋中间，这就内外关。我按的时候，你看他的手，你看他的手，一次比一次要重，一次重，我第二次再重，比刚才重一点啊，第三次我再比第二次重一点。重完了以后，你看我再把它放松放松，是不是？放松完了，我现在找合谷，合谷也就是拇指往下，往下移动，它这块最高点，它就是合谷。但我找的时候，为了弄那啥，它合谷在一指大拇指和食指，你看这食指中间这块偏食指了一点点，偏食指了一点，那我去做的时候。我是不是用我的大拇指的横纹处对住他的合谷穴的横纹处往里揉合谷？合谷你做的时候，它在旁边它都要有感觉，因为它是通力五官的，它都有感觉了。你就要拿内关来说，有的人爱晕船，爱晕车。那你在坐汽车的时候爱晕的人，那你给内关拿一片生姜，拿创可贴放上那一贴，但要提前半个小时要干这活。我要坐汽车呀，我就提前半个小时，我拿一片生姜，拿创可贴这一贴，我现在就坐车去，半个小时后我坐车去，我就不会晕车，也不会晕船，这就是可以治防晕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给生姜放到更起眼的，拿创可贴一贴，它也是治晕车晕船的。再来咱们看是不是点完穴了，点完穴是不是整体要给它放松放松？我刚才是局部放松放松，是吧？整体的就给它放松放松。所以我就来了一个搓抹，搓的时候是不是人的这一块肉多，所以这块要节节移的慢，速度要非常快，就是移的那个节节慢一点，速度快，一边搓一边抹它，搓抹搓抹搓抹。主要是在这一节，我再做一遍，因为这个要做整体的，做两遍。但我们底下的时候，上重下轻。直接来了个分摩手背，再来就是搓抹完就分摩手背。分摩手背的时候，你看我的食指，我这四指把抠起来，往里抠，用大鱼肌用劲儿。这叫分摩手背。分摩手背的时候，这是个这骨头了，千万别往这儿走，记住。指缝这块千万不敢走，一走你就要把它就像撕开一样的疼。分摩手背，再来捻拔手指。捻拔手指的时候，你看我就这一块，一般是从大拇指到小拇指，按道理啊，但我这边顺，我就从小到大，再画圈儿，画圈儿这块多揉。你好，加力，关节处加力，
我一边揉，我一边摇，摇的同时往上顶，一滑，我先拉一次，拉两次，看我往这儿，一次，两次，发出声音是在这儿，指肚上发出声音。再做一遍，看画圈儿，拇指处就是关节处多揉，一边揉我一边摇，摇，摇上去以后，你看，中指一滑，再一次、两次，我再转过来，一次、两次。再加力，关节处加力，多揉，我一边揉一边摇，摇完了看立顶滑，侧面一次，侧面两次，滑过去一次两次，再试，关节处加力多揉，一边揉我一边摇，顶上去一次两次，滑过来一次两次，这边也是一样，加力多揉，这叫练拔手指，顶上去一次两次，滑过来一次两次，下来来了个八字形分摩手心，手背上去，你看这是大鱼肌，这是小鱼肌，我就搓大小鱼肌来交替搓大小鱼肌，搓了以后你看我往上往上一牵拉一次，我又回到这块，这块是发热源，看我现在搓的这块是发热源，一搓它手马上会热，我现在再往上，我这边护住它，牵拉又牵拉一次，我现在还回到刚才的位置，发热源的位置，我现在再做，我不管用它借用一个指头，看借用一个指头再牵拉一次，这叫八字形分摩手心，下来我就是搓掌，就是掌弄起来，我现在搓，你看搓大小鱼肌，搓过来搓大小鱼肌，看搓上去用力，回来不用力，搓上去用力，回来不用力，搓上去用力，回来不用力，是吗？这就叫搓大小鱼肌。再来咱们看点劳宫，劳宫穴在哪呢？自己把自己的手拿出来，自然弯曲，对，自然弯曲，中指对的那个位置，中指对的那个位置，它就是劳宫穴了，它这个穴非常重要，它是补养心脏的。我现在一弄以后，我现在在刮刮劳宫，我现在在搓大小鱼肌，轻搓，搓完了我再来扣，扣的时候我手往里，往里扣，扣完了以后我来了个摇。摇啊，我自己首先要放松，左摇几圈，我右摇几圈，来了个屈伸，屈伸，完了以后看我手还在这儿，来了个看牵拉，这块和这块是个牵拉，手腕的牵拉，牵拉了两次，我再来个甩。甩分了三种手法，你看你要轻一点的位置，那我就看手这样子一放，手指是个斜的，看见没，我后面有点斜，放到这儿，拇指放到中间，左右左右摆，左右摆，摆完了你看我直接这一翻，轻翻它就过来了，你看这就叫甩一次，左右左右一翻就翻两次，就是这种甩法，就像有的人特别年龄大了，或者那个那啥看着他比较硬的，你可以这样甩，
还有一种你比较年轻柔和的，可以这样去甩，左右甩，甩像跳大绳一样，跳大绳一样的去甩，左右左右，嗯，跳大绳一样的去甩。还有一种方法是，男的这胳膊比较重，我坐不动，坐不动咋办？女的怂着，像我压起来，压起来这省力，是不是抖一抖？抖一抖呀，先一甩，抖一抖，画了个圈，抖一抖，画了个圈。在你们在甩的时候，像这样子去甩的时候，甩过来时候要轻轻放过来。不能给他猛地在这一甩，把他胳膊甩脱臼了，这能听懂吗？这三种方法下来，我甩完了，来了个搭肩托臂，看手放到我的肩上，不要往这边靠着客人的这边肩搭，不要搭错了。搭了这边以后，我搓搭肩托臂，搓的时候我就快加力，就快多搓，这样的一次这块离得节节慢，搓了搓了，是不是搓的同时呢，我手一转方向，进去看来了个弹腕，弹腕，看你弹到他这儿，腕就弹开了，弹腕，弹腕的时候我是不是男的手大，我直接来让他手变小，过电手变小，是不是扶贴下来，要内侧的手把它抓住了，它就变成这，是不是手变小了？手变小，我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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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移，我卡到这儿，往内外观的这块压，我先压上了以后转，我这时候只是浪费时间呢，我是让它放松呢，看。因为我这块多压，它这块就能放电的速度能那啥，放电的电量大。看见没？下来我下来刮五线，我现在轻轻的吹，有头发的头发一来回一甩，没有头发轻轻吹，电量大了。还有一种方法，需要你手特别小，你手特别小的人，我手这什么状态，我把它让它握住拳，你握住拳，拇指一定要在里面，我从它这儿，这是棱这块，是不是往上，这要内外观这儿，但这种电量小，没有那个电量，再是80度，这个可能是能有60度，就那意思，知道吗？肯定要比那个小，但这个简单，这个手小的人，这手小就是没那个电量大，那个电量这个电量也行，这个就等于是它要比较起来，这个电路你怎么做都比那都电量更大。这要比较起来，肯定是那个不如那个，是吧？下来我给你讲一讲刚才手变小的这个，看手变小过电的这种方法，是吧？到这儿的时候，你们要一个一个卡住，是不是？卡住，主要的方法它就在这块。我最后一次，我是不是在他拇指这一块？他的卡住他拇指这一块，是不是他的血流不过来？我再去推他这块。往里外观推，这就对了。你们每次一坐坐这儿，那这血从这块流下来了。要不你们也听我的话，真的卡得不错，就卡到这儿，这块不卡紧，从这儿漏出来。这是虎口要用力。对，那就啥了。实际这是用的巧劲，不用蛮劲，用的蛮劲把人疼的到处疼，实际他不疼的。反正到处疼，这过电的要领是吧？过完了以后，是不是你看着他手哇红下来了？不要动他的手，你下来，你再把它翻过来，看他红完了，你再翻过来。这时候抖，
揍他的时候，你看我就把他拽墙，拽墙可不要把他拽得直直的，还是疼的。我拽就强一点，到这拉直一点，我现在走他。看我频率，看这是哈，频率快，但我看我这个速度看着，速度快，频率少，你看，是吧？他这块就走开了。为啥我让你们把这个多走走？实际这就走不了20到30秒。为啥我让你弄的？你们一过这个动作就忘了，漏了，不要这个动作。实际这个还是最舒服的动作。做完了以后，我再来扣击。走完了就扣击，扣击的时候你要往上。是不是扣？扣完了多扣啊！扣完了，你看我手翻过来，慢动作，看见没？有个牵拉，有个拽，这叫整理。我做快了就变成一次、两次，这就完了。